哟，抠脚大汉。不对不对，我脚脏了。你看对呀、我马上就写完。你给我布置的家庭任务了。来，我看看，这是今天下午写的。嗯，好像写的不咋地呀、嗯，最近手生了吧？小学生都喜欢乱剪吗？这又剪的是什么呀？谁呀、小然。星期三。对，星期三。嘿，这个是黑色星期三。嗯，这是他妈。星期三的妈妈。你过来，快点过来，已经熟了，熟了，这个必须挤掉了，这个。啊，坐好了，不疼不疼不疼。啊，这个医生不能不用请医生，就是个逗。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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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个，一下就出来了。啊，好，还敢吃上我的东西吗？敢。还敢不喝水吗？敢。你看，嘴巴又是火，那个脖子后面又是火，来，快喝水。口算练习开始评分。我的姿势再也不敢忘记写答案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如果再忘记的话，就小心。今天晚上是中午的这个剩下的焖面，今天中午我们光吃了排骨汤，没有吃焖面。哎呀，我去弄汤。哦，好，你快吃。这个汤是水果的拼盘，有两种颜色，待会我们要去集市呢，快点。你快吃，我去给你弄汤。好。这么快、啊、我那个汤的功夫你就吃完了啊？这还有一块，还有一块肉在里面。好，谢谢。嗯嗯，你尝尝。好，谢谢，不客气。金黄色的日落出没在海平线，夜色慢慢展开，露出星光点点。我听着耳机中记的音乐，从等你下课到手写的三块一根，五块两根，没几根，两根，行，两根，行，五块，我要两根，吃一根，今天的车就白骑了，那就白骑了吧，反正也看了景色了，走，真香。